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庸人，庸人，活着永远比死了更需要勇气。我也不想死，你都是被他们逼的，都是他们逼我。对，谁逼你了？谁逼你了？他们算个屁呀！他们，我告诉你，谁也逼不了你，能逼你的只有你自己。哎，你为什么那么在意他们呀？都是他们非要逼到我去世，我自己写的生活写的。那你为什么要那么在意他们？你为什么那么在意他们呀？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，啊？你是什么样子，不会因为你跳楼了就会改变他们对你的印象。所以，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清醒的认知。哎，孩子，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懂了吗？你要跟自己和解，懂吗？